有班嘅弟兄姊妹喺厨房里边，各个嘅辛劳，求主嚟纪念，让我哋透过你嘅祝福呢啲嘅食物，我哋领受咗之后，身心灵都健壮，好去每日嘅灵见证主嘅荣美，我哋咁同心嘅感恩交托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门。 咁刚才嘅安排啦，我哋会先邀请主礼嘅牧者，我哋先到喺房内。